关于这个怎么来判断我们的生理年龄是否有变年轻。刚刚所引用的就是说在美国医师参考手册上讲的这个数据，就是说什么数据？六周生理年龄年轻了4岁。那这个他们是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一天是用300毫克的传输因子，一个礼拜使用5天，所以六周下来总共使用了30次。那这个测生理年龄，他们也是有一套叫 TIA 基辅生理年龄测试法，这个是俄国国家老人学研究中心以及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合作的一个研究。他们所测的是，例如说，比如臂力、肺活量、平衡感、听力、体质密度、这个等等等等，所有这一些生理现象，他们用这一些做出的这个数据来，就是在使用之前先测这个人的生理年龄，凭着他这些生理机能所显现的，做出生理年龄之后，让他开始使用传输因子6周的时间之后，再来测生理年龄。那当然，这个研究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是因为如果说传输因子在免疫调节之后对我们生理年龄没有影响的话，应该使用前跟使用后，比如他过了6周，原来是60岁，6周后应该是60岁加6周。如果能够60岁只加3周，表示老化减半。如果60岁6周后还维持60岁，那已经等于6周的时间他生理状态没有老化。结果实验做出来竟然是6周后年轻了4岁，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人是过度老化，的确有空间可以修正，而免疫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这也就是前一阵子我看电视上有一个节目讲到关于老年失智症的研究，现在全世界比较具有价值的一些研究，现在都开始朝是免疫的方向来做研究，所以在免疫的修正，既然传输因子是我们免疫系统的调控因子，所以它对于老化会有这么凸显的一个效果。然后之后在2008到2009年又做一次实验，它把传输因子的使用量提升1倍，就是一天是600毫克，同样做6周的时间，而测试的年龄层更年轻，是48岁到73岁之间的族群，32个人下去测。测出来结果6周后平均年轻了5岁，虽然年龄层变得更年轻，但是反而经过6周年轻了更多，是因为他们传输因子的使用量增加，一天用600毫克，6周后就平均生理年龄年轻了5岁，这些在网络上我们当然都可以查得到，这是俄国国家老人学研究中心以及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合作的研究。我有一个疑问，是，我没有关到。好，6到8周，有这样的耶，是，那他有没有说，那我吃1年？对，非常好的问题。吃1年以后怎么样呢？非常好的问题，这一部分呢，就是别忘了我是好奇宝宝。对对对，我也很好奇，所以当初，我听完这个研究发表的时候，我后来还自己亲自写信给这一个俄国的教授。他也把他的一些数据又都有 email 送给我。那这一部分他的科学原理是这样，就是说照着从生物成熟到生命结束这个周期来看，人应该是可以活到120到150岁。那所以现在的人70-80岁生命就结束了，表示其实是老化得太快。所以这一部分老化太快的这一部分是可以修正的。那用了传输因子修正之后，那照理说人应该是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到150岁，所以不会无止境的变年轻，但是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正常状态。比如像几年前这个我做伏地挺身都已经做不太动，现在我一下去50个，像当兵的时候没有问题，表示说我现在虽然快60岁，但是我的生理年龄可能已经回到40几岁，甚至
三十几岁，啊，所以这一部分的调节它不会无止境的变年轻，啊，但是可以把原来过度的老化把它恢复到该有的健康状态，让人能够健健康康的，有品质的生活，活到120到150。对不起，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是，我刚刚的问题是说，你刚刚说6到8周，我说吃一年下去。对，我的意思就是继续吃一年，吃两年，吃三年。对，哎，像我现在是已经吃了10年。那请问你吃了10年以后，你的身体是测出来是？它还是会健康老化，所以像我讲，我现在照理说，我现在测可能是40几岁。你是说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数据吗？哦，我没有去测，因为那个是在俄国莫斯科他们在做的这个数据。哦，那当然是没有仪器的。不，他们有仪器，他们有仪器。其实很简单，这个测只是说你怎么来定出这样的状态是几岁，所以那个也是从一个统计数字出来。我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哦，台湾没有。有没有做这样的？台湾没有这样的测验，测量，但是台湾可以有很多的测量哦，比如说，无论是你的体质密度、你的专注力、你的听力、你的平衡感，这些都可以做。像现在有一些，比如保健品公司，它也会测你的抗氧化能力等等，哦，它有各样的检测方式。那传输因子，我倒没有这样去特别去做这一方面的去测它，因为传输因子的研究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因为它这些数据是登在美国医师参考手册上 ，PDR Physician Stats Reference。那这一本 PDR 是美国99%的医生，美国500,000的医生，在查考的这一本书。那最近连续5年，传输因子刚刚我提的这些数据都登在这一本 PDR 上面，所以等于是都是这些专家会在关注的这些数据。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踢爆一下。欢迎。你刚刚说，嗯，你现在腹地起身可以做多少次？是。可是，一个不需要吃任何药物的人，他如果持续的做运动，他也会年轻。是，我想请问你，你有做这样的运动吗？我的意思是说，你说你现在年轻这么多，你是光吃东西，你没有做任何的体能上面的锻炼就达到呢？还是你除了吃以外，你还有特别的训练自己？这个问题也是我相信大家会很关注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健康，我从年轻，但是很多人就是懒人，对，只是想不做运动。没有错，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很想做，但是为什么做不了？是因为我做完第二天就浑身酸痛，对不对？那你自然就做不下去。所以你说吃传输因子对我们生理年龄的改善，我刚刚提俄国做的那些数据，他们是没有特别去运动或什么，他们就是照着正常这样子来测。那我个人当然，当我改善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发觉说，哎，我今天做了5个，明天做8个，后天做10个，我都可以一直继续增加下去。那这个是我以前达不到的。我以前不是不想做，是做不来，做一做就放弃，做一做就放弃。那现在发觉可以很轻松的做的时候，你就不容易放弃，这个是一个正循环，你身体越好，你就越想更好。当时身体不好的时候，只是尽量拖着，不要让它坏得太快而已，所以这是原来那个是负循环，对不对？你越做不动，越不想做。那现在是当你身体开始有一个机转，让你开始改善的时候，你整个能量反而倾向于更积极，会产生这样一个正循环。所以你说有没有运动？我有运动，我还要继续运动，我还希望更好嘛。不好意思，各位的好奇宝宝的忠实朋友们，我为什么会踢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样，我8年前退休，那当时的状况是非常的差的啊，那个眼睛都成了三角眼了，那脸上布满了皱纹啊，然后脸上的这个黑斑很多。那现在快要退休8年了，那我现在明天就要去参加3000公尺的海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两个礼拜又是那个基隆的海泳，然后我的意思是说啊，在退休的时候，我那时候连25公尺蝶式都游不了，在5月3号的时候，我参加100公尺蝶式啊。上去年呢，我参加100公尺蝶式到75公尺的时候，我就停在那儿。我先生说：“哎呀，这个好奇宝宝要沉下去了。”结果我还是慢慢的把它爬回去。我不好意思，气速就停了，让人家来拖回去。我先生说：“人家会不会来拖我？”就我还是慢慢的有把它撑到100啊。但是今年我是100公尺全程是用游玩的啊，不是用爬回去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虽然没有吃全素因子，但是我觉得我的生理年龄应该也是啊，对，年轻很多。肯定有锻炼，这些都一定会有帮助。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呢？啊，运动是王道。是。OK。谢谢接受我的访问，谢谢我的荣幸，谢谢。